本的这个高速公路中间的那个分隔带，它是没有树的，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隔断墙。然后这周围有这样的隔音板。第二京阪高速公路，この道はやっぱりまっすぐで気持ちいいね。从大阪到京都，有这个第二京阪高速公路以后，去的那个时间就比较的，比以前要节省很多了。要少花很多时间。